谢谢所有的粉丝，技术新歌蹦出台位，变迷音，王彩华是开花50组。 首张 solo 专辑《蜜光》是预购就超过100万，打破 K-pop 女歌手单曲专辑预购量的最高纪录。主打的 Flower 曲风洗脑，观看次数已突破9000万大关。不过网友发现 MV 飘出台位，副歌空耳歌词像极了台语干丹辣，因此有网友开玩笑说台语歌坛正式起飞。而且王彩华12年前翻唱 Tiara 的 Bobby， 不止动作相似，连节拍也能跟基素开花舞对上呢。 彩华姐笑说：“太荣幸了，非常非常感恩。高手在民间太可爱了，有这么多创意，真的超喜欢的。”谢谢所有的粉丝。G4的 Flower 3分钟 MV 就换了11套服装，华丽到延伸出各种迷音。红色的玫瑰是情人占有的渴望，黄色的玫瑰是爱人伤心的眼泪，紫色的玫瑰。 是女人浪漫的期待，一朵朵盛开的玫瑰，是一个个神秘美丽的女人，她们一双双勾魂折魄的眼眸，隐藏着人世间最动人的故事。玫瑰园里的女人。
冷眼旁观又迷失人生。那双让人震撼而感动的眼睛，我们称之为玫瑰同龄眼。꽃향기만남기고갔단다。金刚刷的细致程度，连尼龙丝袜都不刮伤，当然更不会刮伤你的锅具。